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你看课本186页，六路处诵75经啊。他说有这么一天，我在祇园精舍，这个时候有一个比丘去到佛那里，那么对佛顶礼完了之后，就跟佛陀说啊，那么云何知，云何见，次第我见断，无我见生。简单讲啊，就是我要怎么样修行啊，才能断我见，证无我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我要怎么修行啊？我要知道些什么啊？那么我要怎么修行啊？知道些什么？就是说，一般来讲啊，我们说正知正见啊，那么正知啊，那这是要有这个正确的观念。那么然后要见到啊，就是基本上就是知道修道的次第的啊。那我要怎么修行，简单讲我要怎么修行啊，就是我要做些什么方便，怎么修行我才能够解脱啊。这因为断我见证无我，这个就是解脱啊。那简单讲啊，这个比丘去见世尊，那么直接问世尊啊，我要怎么修行才能得解脱？我就跟比丘讲，怎么修行呢？啊，在六路处上修行，眼正观无常啊，对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其实它有两种啊，就是眼与眼正观无常，这个是从字体上来说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可以分作五蕴六处六界啊。那你观色无常啊，受想行识无常，这是一个；第二个观眼无常，耳鼻舌身意无常，这是一个啊；第三个观地水火风空识无常啊。那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生命身心本身，从蕴处界来看。那这个是第一个，从自体上来看啊，就是自身上来看，那么你知道它是无常的啊，因为你要证无我，你要证无我很简单啊，就是你没有对我的执着啊。我们说自体爱后有爱啊，那简单来讲就是没有我爱啊，那其他的啊后有爱我所爱，都是从自体爱延伸而来，就是你要先没有对这个自我的身心产生执着，你就不会有希望啊，自我可以一直延续，那个是后有爱，那你也不会有我所爱，应该有我才有我所嘛啊，那这是一个主要的啊。所以说你说你要怎么证无我，那先要确定你执着的我在哪里，那你执着的我无我，就是对我没有执取啊，没有爱了，没有执取，我们讲就是没有自我爱啊，没有我见我爱了。那你的我见在哪里执取啊？就在这个身心啊，执取身心为我嘛，执取色为我，受想行识为我，眼为我，耳鼻舌身意为我啊，地为我，水火风空识为我啊，就执取这个而已啊。所以他这里讲啊，那我怎么样得解脱？啊，他说，那你不能解脱，就是因为，因为证
有我嘛，我怎么样证得无我？那你要先去掉对我的执着。那我在哪里执着啊？六路处里面就是在眼耳鼻舌上执着，所以你要正观，如实正观它什么样无常。那么有无常自我，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啊，从境界上啊，就是心跟境，你这个身心上去了解无我。第二个从境界上，我爱我所爱啊，那直接根本是从我爱下手。那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的是从境界上啊，那就是我所爱，从我所爱渐渐离断我爱啊。啊，这个是两种啊，所以第一个先以眼正观无常啊，那眼耳鼻舌身意的，若色眼视眼处因缘生受，好，那这个是从境界里面。那为什么要从境界里面呢？其实它也不是境界，它就是从心，因为境界会引发心所，其实它还是身心啊，啊，因为境界会引发心所，心所是什么？受想行啊，就是它还是身心的一部分。但是你哪里知道你的身心的变化是怎么样？从境界啊，所以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啊。我们写一下好啊，他这里讲啊，就很简单的，我要怎么修行才能得解脱啊？我要怎么修行才能证无我啊？那这个我啊，我们说过，如果从五蕴上来说啊，五蕴上来说。啊，那基本上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啊。那五蕴颂我们知道了啊。那这个色，这个受想行，这个色，从六处来说，从六路处，它这个受想行怎么升起的啊？就是这个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有意生事，意生事啊，由这个意生起了别，这个意恒指为我啊。如果以为是的说，向内直取根深，向内直取根深，向外直取境界啊，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是外境，应该这样讲啊。这个是内六处，这个是外六处啊。这个是外境，这个是根深，内是根深，外是境界啊。那这个是六根，这个是六根，这个是六尘。好，那由意向内直取根深，向外直取境界，恒止。那么由意生事，事了别，了别，直取这个眼对色啊，那么升起这个事了别，根尘是和合生处，那么就产生啊啊，然后有意意生事，这里是意意生事。啊，如果依经典来讲啊，然后向内直取根深，向外直取境界，然后一一生事，就根尘是和合深处。根尘是和合深处，生这个处，然后处。处底下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受想思啊，就是应该这用画的好啊，这个我们这样画的看得比较啊，这个意啊，这个底下啊，这样画好意啊，向内直取根深，向外直取境界。这个就是
意义生智，然后触具受想识啊，跟尘世合。跟尘世合合生处，然后触具受想识，就这里。触具受想识了，应该是这里。然后就生受想识，那这个行心所是以思心所为主。那大概是这样。好，那你现在我就是怎么样修行可以证无我，可以得解脱。好，那现在要把这个我去掉，无我。就是你对我无我，无掉这个我，就是否定掉对我的执着。否定掉对我的执取。好，那么我们是怎么执着为我的？一个从自体这个无蕴即色为我，即受想行识为我。那么你色为我那么你就观这个色无常，受想行识为我就观这个受想行识无常。那怎么观这个色无常你就观这个色那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好丑出息远近就反正就观这个那么受想行识也是这样。那受想行识怎么来的？受想行识怎么来的？从这个来从六根对六尘，然后这个最后意就对法尘就这样然后是由意生事，然后意对法尘，意向内对法尘，法尘就是这些收摄进来的然后这些它产生这个执取，从这里执取色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识是我从这里产生。那这个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分作三种，主要分作三种，即应我、离应我、相在我。那两种就是常见跟断见相在基本上也是在离应我中那这个大概就因为比丘问佛陀要怎么样证得无我而得解脱云何知云何见证得无我而得解脱。那既然你要证无我，那你就要去观察那什么是我。因为你执着有我，你才有轮回。现在要你去观察，仔细观察到底我在哪里那我在哪里呢一个就是从这个身体上一个就是从境界上，从境界反射出来那个心所因为受想行识是心所那心所怎么来的当然是从境界，你发现到我有这种感受，我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我有种种想好的不好的清净的污染的种种想我有种种思就是我们讲思想就是这个思就是我有种种的决定，种种的意志那么这些到底都从哪里来的？我们以这个为我因为我会想，我会思考我有感受，所以我才有我有情的两个最大的重点，一个就是他有思想，一个就是他有情感，有情思跟有情爱嘛，是这两个重大的特点。那因为这两个才让我们有那么强烈的我的存在那你就从这个地方去做观察其实佛法是这样嘛，你常常我就说，比如说我们常常那么不管有什么感受，因为境界或因为自身那比如说我现在手在痛假设了然后手在痛，那么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痛到底是怎么升起的那到底是谁在痛？真的有一个我在痛吗？如果没有一个我在痛，那么我怎么会感觉痛呢那如果那因为我们说没有我在痛，那并不是断灭的，断灭的就是那完全没有可是不是它是相续生的那个我到底是什么？它又不是断见的不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就即色是我，就只是纯粹只是一种反应而已那身体的反应就好像石头跟石头碰出的火花而已那它石头里面并没有火石头跟石头碰出有火花，那我们这个身体面对境界有种种的思想，那这些不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是断见这个是断见，它也不是这样，但也不是常见有一个实在的我那它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是相续合合缘起的我那么非常非断的我就是它不是我
不是有一个我，但它又非常非断。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东西。那思考这个当然在你自己啊，那受想行识不深刻的时候，那你就观察这个身。那受想行深刻的时候，你就观那个受想行啊，那个我在哪里啊？那这也是一个方法。那你就是因为常常有境界嘛，要不是身就是心嘛啊，这无蕴就是这样身心而合而已啊。那你常常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啊，但是境界太强有时候就不容易，因为境界太强它会观察不了，因为那个心会被拉走。境界太强，所以通常都要境界没那么强，比较相对温和，所以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空气流通的地方，就是感官没那么刺激的地方啊啊，所以要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你太吵也不行，声音太吵，你因为它会干扰。味道太难闻也不行，太香也不行，太臭也不行，太吵也不行啊。那要安静的地方，心容易寂静。然后太热太冷也不行啊，太闷也不行啊，太冷太热也不行。这个就是因为境界太强。那你如果功夫好，那就没关系了。功夫好其实是没关系的，十字街头都可以参禅。但是功夫不好，一开始就不能这样。那我们像我们境界太强，有时候痛起来没办法观痛是什么 啊，痛起来太痛是没办法的，所以也不能那么痛。你看很多比丘禅定功夫都很好，痛起来也没办法啊，禅定功夫会退去。老跟病的时候，禅定功夫容易退，除非你的已经练到狮子奋训，就是你出入自在了。像虚云老和尚这一种啊，红卫兵踹他，他马上就入多帅天了啊，就是他马上入禅定了。他那个厉害啊，有一个沙弥也很厉害，他修禅定很厉害，然后他要手术，医生告诉他要不要打麻醉剂，他说不用啊，你给我一下子时间，他马上入定啊，说等我入定了之后你再去手术，他没有感觉啊。那个必须禅定功夫才好，那一般我们没办法。但是像我们观照无我这个也是这样，你如果境界太强哦，你那个我不断升起来，自我爱、境界爱不断升起来，没有办法观。所以你必须要境界没那么强的时候，境界没那么强的时候，你就要时时想我是谁，我在哪里啊？那这个受是什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怎么升起的，这个想种种想，这个好人这个坏人啊，这个是我的恩人，这个是我的仇人啊，就种种想啊，啊，这个事情对我好，这个事情对我不好，哎，他以前怎么样，他以后怎么样啊，就种种想，想非常多啊，就印象以前的印象啊，不断进入未来的想象啊，通常都是这样嘛，以前的印象，未来的想象啊，然后加进来，然后面对现在的境界，升起种种啊，然后思啊，思就是开始觉得啊，那么因为这些印象，因为这些感受、情感。情感作用、认识作用嘛，受想行、意志作用，开始你要去决定要怎么处理这些事情，要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就是说我面对这个境界，我要怎么处理？我不管它，我要反击它，我要随顺它啊，然后是怎么样？哎，你开始在做决定。那这个种种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我啊，我因为习惯嘛，我很难过啊，我很辛苦。我很感谢啊，我很讨厌啊，我很害怕啊，反正就是这些嘛，这些都从境界来，那不断不断的一个我一个我一个我我那就是不断的冒出我什么我什么，然后渐渐坚固的。那么现在佛陀就教你啊，就是说，因为比丘就这么问嘛，世尊，我要怎么修行才能断我见证无我而得解脱？好，那你既然要断我见，那我就先告诉你，你执着的我在哪里？所以你要去观眼、耳、鼻、舌、身、意，观受想行啊。从这里，好，我们来看啊。那这是这部经主要的，看起来都很简单啊，但是实际上操作啊，它就是一个概要，一个纲要。你操作就是这样啊啊，不管你睡觉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啊，那么看见写的时候，但是。平常境界一般是境界比较温和，就是打坐的时候想，那个是最温和的。那比较刺激的就是有一点点境界，那么太刺激了基本上想不来，心被他拿走不容易想。境界太强啊，除非你功夫非常非常好。我们看那个后面，如果那个病相应啊，那个比丘禅定功也很好啊，
通起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啊。入定的时候还可以，出定也没办法，啊、除非你功夫很好啊。像舍利弗一个弟弟叫做优波仙那，一证阿罗汉了、啊，那被毒蛇咬到啊，他身体也没办法要死了，但是他脸色都没改变啊。然后去跟舍利弗讲啊，我被毒蛇咬了，我等一下就要入涅槃了。舍利弗说：“你被毒蛇咬了，因为他已经出了定跟他讲了嘛。”啊，他在那边打坐的时候被毒蛇咬，然后他说：“我要入涅槃了，我身体要毁坏掉了。”你身体要毁坏，你怎么脸色都没改变？哈、啊，他有禅定功夫啊，但是色身他还是会坏的啊，所以他还是要入涅槃。但是他的感受，他还是知道啊，他知道啊，他有那个苦受啊，但是他的心不受苦啊。啊，那因为他已经证无我了啊，那这个是，但是他那个感受还是有的啊，他也不是断灭式的说完全没有，而不是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想这个有一点远啊，我们想说那到底什么是非常非断，有一点远，但我们就先从这些开始想，从境界里面受想行这一边啊，所以缘起啊，我们再把它贯通一下啊，你就知道啊，基本上啊，比如说他这里，比如说受想行触。受想行，那无明啊，比如说无明，好，那我们写这样好，啊啊，这个我就是无蕴，啊，无我，无我是对我的否定，啊，对我的否定，啊，去掉对我的执着。我的执取，对我的执取，好。那如果我们啊，你来看，无明、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六生啊，老死又悲劳苦，好，那你看啊，基本上我们来是带着无明跟贪爱来的啊。一般讲，无明为父，贪爱为母，而有众生啊，或是无明父啊，这个是业。如果从三世流转来讲，依业而有轮回啊，这个是轮回的这个主体啊。这个就是五蕴身，这个就是五蕴身啊，是名色，名色，这个是名，这个是色，这个是识啊，所以这里叫做识识住。好，那么依业啊，依业而有轮回啊，那依我见而有业，我见有我爱啊，那这个行也可以是爱俱失，就是依爱而有的业啊，因为造业主要是依爱，造业只要是依爱，有我爱才造业。那么我爱主要是依我见，有我见才有我爱，我所爱啊。那这样好，那你看啊，但是这个是轮回的啊，一个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就是无蕴啊。那六路，但是怎么样造业呢？怎么样造业呢？啊，一六路，一六路触受这里造业，造业是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轮回啊？依这个，那怎么样造业？有下一次的轮回，有下一次的轮回啊。那么是依这个，依这个爱取有啊，这个就是下一次累积的下一次的轮回，依这个，依这个有下一次的轮回。那只要是又依爱取，又依我爱，我爱是造业的根本。我爱是造业的根本，但是我爱造完的业，我爱造的业，主要是由我见啊。如果我们简单讲，方便说啊，那么我爱，所以因为你这已经造作的业叫做行，还没造作的，以我爱又取，然后又开始有行啊，又开始有行业成熟啊，业成熟，就业报成熟，它就形成一种有未来的潜在啊，业报成熟，果报成熟啊，不管是三界六道
那么就是有未来的潜在啊。那这个是现实的存在，这个是现实的存在，那个这是造业的，这个是现实的存在，现实的无蕴身心，现实的无蕴身心，现在的现实的存在啊。那现实的存在就是我，那这个我怎么到下一个我啊？就是由这里六路处啊，所以想详细它就是这样啊，六路处，这个是未来的潜在啊，下一个我，下一生的我啊。所以他一出生啊，后来就渐渐啊，一出生就这样无名行识，然后爱取有，然后死后一出生又开始，然后中间这个过程，就是中间这个过程生到死啊，就是又这样啊，又这样啊，因为又无名行生，那四名色六路触受啊，又这一段啊，这一段这一段啊，又开始啊，就不断不断长夜轮回啊。所以他会讲无名复爱结系啊，或是从这里讲无名复然后爱结系长夜轮回啊，就又不断不断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体啊。或者讲这个是无名所缚爱结所系，那无名缚爱结系啊，那么感得此无蕴之身啊，就讲这样。然后这里此因灭矣，此因灭矣，亦因相续啊，死了之后啊又生，此因灭矣，亦因相续啊，就又下一个无蕴身又起来啊，就不断这样啊，这是阿含经里面说的。好，那你看哦啊，那这个六路受想行啊，你看这个受想行它就在这里啊，就是处啊，然后处就这里啊，处就这里啊，跟尘世合而生处，然后六路就这里，六路就这里啊，六路就这里啊，基本上啊，然后就在这里嘛啊，六路处，然后处之后就受。受想行啊，它有受代表啊，其实后面是想行啊，就内六路外六路，六畜生，六受生，六想生，六思生，六爱生啊，就这里啊，就总共它就是造业的，然后它基本上都是因为我爱执取啊。那么由这个之后啊，受想行跟无名相应，跟无名相应产生，跟我见才会有我爱，要跟无名相应，触受想行，凡夫跟圣者都一样，凡夫跟圣者都是触受想行都一样。佛陀也有感受啊，吃的东西不好吃他也知道啊，被木片插进这个脚里面会痛他也知道，口渴了他也知道，累了他也知道啊，他也知道要休息啊，他都知道，跟我们一样啊。那提婆达多是愚痴的啊，舍利佛有嗔心的习气气啊，然后大家是啊，是未来啊，佛法的栋梁，反正这些他种种想，然后他也会做决定啊，这个比丘之间要怎样怎样怎样啊，反正他这些都一样，凡夫圣者都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啊，跟无名相应，不跟无名相应，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凡夫圣者在无名相应处跟处里面就开始分无名相应。跟名相应啊，那无名相应就是带着我见我爱的，名相应就是智慧的啊，不带我见我爱的啊。然后这里六路是一样的，六路无蕴是一样的啊。那么处一样有处，但是处之后是无名相应跟名相应就不一定了。那么如果你是名相应的，那么受也是受，但是苦受不会生嗔，乐受不会生贪，不苦不乐不会生痴。那么如果是无名相应的，那么在这个受底下就开始分了，受想行就开始分了啊。因为受跟想不一样，受不一样，想不一样，行就不一样，你的决定就不一样啊。因为你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你的感受不一样啊，那所以你所决定你怎么处理就不一样，那就产生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啊。它其实在这里，那六路处受啊，受是一样的，苦受乐受，但是这个是跟处无名处相应之后有的。因为处是心理活动，处是心理的活动，心理的活动简单的讲叫做受想行，仔细的讲就很多了啊，不排列了很多心所
啊，善的、恶的、烦恼、大烦恼、小烦恼啊，根本烦恼、知摸烦恼、随烦恼啊，太多了啊，几百个。但是简单讲一下，这是受想行啊，受想行。好，那行其他主要是行心所，受跟想之外的所有心理活动都在行心所里面。行心所主要是思心所，因为它是造业的，造业最主要的一个力量啊，一个心理活动啊。那之后啊，之后如果没有在这里没有做控制的话，在这里没有做控制的话，处这里没有做控制的话，那么处这里要做控制，必须你一开始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你就要有觉察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有觉察的能力了，因为在处这里前面是六路，那么六路就是身心的感官、身心的作用。那么这里你有我见我爱很强烈的话，在这个处里面，处之后就会很强烈。啊，如果你对我的执着很强烈，面对境界的时候啊，那么你最在意别人说你什么？你一听到那句话，直接反应非常强烈。你最害怕别人知道你什么？忽然之间那个人讲话好像那种意思，你就非常害怕，那个是直接反应的。那个在，所以你如果在这里就开始做觉察的话啊，明相应的话，那么处一样是处，受一样是受，你不会有爱取，想一样是想，行一样是行，但是你之后的行受想行之后不会有爱取，不会有强烈的爱取执取啊。那其实佛法你给他稍微想一下，他基本上讲的是一样，他从不同的地方说而已的啊。然后不管是五蕴六路缘起啊，缘起我们还没说，四谛啊，然后六界十八界其实都是一样啊。你稍微给他画一下，他差不多是一样的东西的啊。但是重点不太一样啊，这个就是整个生命身心的分析，这个只是身心的分析，这个是心跟境的分析啊。重点在身心境，但主要重在心跟境，心重点在心所。啊，主要是这里啊，所以这个处啊，那我们就把这个两个、三个啊、四个、五个啊、六爱身、六思身、六想身啊、六受身啊、六根内六路、外六路，还有六四身，还有一个六四身啊，这个叫六六法门啊啊，一个、三个、内外、六个啊，然后另外有讲到六思身、六想身的。然后其实讲个有八个，就是因为你累积种种的东西而形成你一个我见、身见嘛啊啊，身，你从哪里升起这个身见啊？就内六路、六根、六尘啊，就是内六路、外六路啊，所以。这个六六法门啊，然后六根六尘六识啊，六识啊，然后这里啊，六处六处六受啊，内六路外六路，六根六尘，这个是内，这个是外，然后六识身，然后六处身六受身六爱身啊，六处六受六爱啊，处受爱。六处受爱啊，六根六根，这个六尘，这个是内，这个是外。好，六根六，这个六处六受六爱啊，然后六受身底下啊，其实有些经典讲还有六思身、六想身啊，六想身、六思身啊，受想思嘛啊，六受啊，没有受底下有六想身、六思身啊，就六想身、六思身、六受身、六爱身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啊，我们写一下让大家比较清楚。六受身六爱身，这个叫六六法门嘛啊，这个叫六六法门。然后六受身底下还有六思身六想身，六想身六思身啊。那么基本上
就是你由这样升起啊，对我的那个直取啊啊，大概这样了啊，就是你们稍微给他对一下了啊，不然你会乱掉。但是你如果有一个清楚的架构，其实不会乱的。反正这个就是对那个，这个就是对那个，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啊。你看他无明显，那这个就是我见啊，就是我见啊，那根本我见。如果我们用部派的说法，用部派的说法啊，有分别我见跟根本我见啊，具生我见啊，然后这个，然后产生啊，后来有所谓的生死。那现在是从这里说，现在是从这里说啊，主要重在这里啊。好，那我们来看，稍微来看啊，这部经其实简单了 啊，但是它主要都在讲这个。那我们是把这些东西弄起来，让大家知道啊，就是你稍微要做贯通了，嗯，五蕴六路缘起啊，六六法门啊，那么这一些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啊？无明复爱结系，感得持五蕴之身。啊，此因灭与一因相续啊，那长夜轮回啊，不知苦之本际啊，我就讲这个啊。我把讲来讲去，其实我是觉得讲来讲去差不多是一样，但是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你离我见，离我爱啊。那声闻重点在解脱道，从离我爱下手，然后再离我见。菩萨道直接从离我见下手。所以解脱道从少欲之主下手，少欲之主啊，三依一波啦，这些我爱，我所爱的东西啊，饮食啊，控制波啊，你所拥有的东西到基本需求就好了，其他你不需要的就不需要拥有，除了你生活上基本需求，其他你不需要，就断绝了很多我所爱。这个你也不要，那个不要啊，甚至波一都要。从这里去断绝你的波，不能是金波银波，衣不能是丝绸啊，然后颜色不能太鲜艳，款式啊要不能跟世间人一样啊，然后离这个五欲啊，不可以歌舞娼妓啊，不可以唱歌跳，反正这些都不是需要的，不是你修行需要的，一切都尽绝离去，从离我爱我所爱，从我所爱到离我爱，从离我爱渐渐离我见。那个时候你心为什么要从离我爱下手呢？因为你的我所爱，你的心会攀援追求你所需要的。我们说我所爱啊，我所爱有两种，一种是啊，如果你以色为我，受想行识就是我所，一种就是以境界，我所拥有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好，那解脱道偏重在离我所爱，我爱啊，因为你的心在追求这个啊，因为我们讲爱从自体爱跟境界爱来讲，我爱我所爱来讲，我所爱就是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你非常的贪恋，你没有的东西你不断去追求，那你一生就做这两件事，保护你现在有的好东西，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名声啊、你的财产，你要守护好。你的心很大一部分是在守护这一些既有的五欲，那另外一部分追求想要有的五欲，通常就这样啊。我们所有的心力都在这边而已，保护你既有的执取，就是五欲。这个爱不离开五欲啊，啊，然后我们说只要是自体爱跟境界爱嘛，那么因为这些境界会让你提升，会让你欢喜，它重点还是我爱，我所爱的重点是我爱，因为我们叫做爱屋及乌嘛，啊，然后你喜欢这只鸟，那么它住的房子你也跟着要保护它，那么你对你自己的爱会延伸到你的家庭、你的亲族、你的国家、你的宗族啊，或是你的职业、你的公司、你的团体会延伸出来，那么这个是延伸，那你渐渐对这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心力，我们大部分的心力都在做两件事，这一生，大部分的心力就是守护我既有的五欲，守护我既有我爱的东西，我拥有的啊，比如说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小孩，这些都是你爱的，那些你家的狗、你家的猫啊、你家的宠物，
你都要守护他，你要用很多心力，怕他没得吃，怕他没得穿啊。然后这些吃的不好，穿的不好，被别人欺负啊，出去外面会不会冷到，会不会热到啊，都一样啊。那么你很多的心力在保护这些，保护你所有的，就是保护你既有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心力啊，有的这部分比较多，你拥有的少，你大部分就是追求你想要有的无欲。如果你拥有的少，那么或是你有想要更好的，那么你就是大部分的心力都在打拼啊。打拼就是要，打拼的意思是什么？要追求你想要有的，不管是名声、地位、钱财啊，那么或是种种的幸福啊，反正这些了。好，那这个都跟爱有关系。阿含经叫做什么？比比喜乐跟喜贪俱行，就是这两种啊。你如果把它看起来，好，我们再写一下。啊，这个经看起来就是说，我们从这部经里面啊，然后去了解啊这个爱啊，我们从这里写好。那么这些都在这里面啊，比比喜乐跟喜贪俱行。自我爱啊，就是自体爱跟后有爱，自体跟境界啊，不是境界了，后有爱，要先有自体爱才会有后有爱 啊，那么才会想要延续嘛。好，那境界爱就是从这里啊开始啊，那我们的种种境界啊，比比喜乐，喜贪俱行，先讲喜贪俱行。喜贪俱行，写在上面一点好了。这个真的要写，要可以写很多的啊。就是说跟阿含经里面所有的讲起来啊，这三有四取啊，可以写很多的啊。但是我们就是慢慢把它，就是要贯通啊，要你要知道这个在讲什么，那个是在讲什么，在五蕴里面是怎么讲，在六处怎么讲，在四谛里面怎么讲，在中道怎么讲。其实你要给它贯通起来，那你就不会乱。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不复杂。你看我也不用看书啊，我们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知道了就知道了，你知道了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叫你写，什么叫你画，你不会不知道啊。然后你看起来乱，因为如果大一点的，因为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因为它关系本来就不太一样啊。好，那这个是境界爱啊，它基本上就是喜贪俱行，这个是他的一个名相啊，喜贪俱行啊。阿含经里面他不是用这个，也有啊，但是这个是部派的，有部的嘛啊。然后他基本上把爱分成几个层次了啊，欢喜、赞叹、懒着、兼著啊。但是基本上这个是从不同的列别来讲，喜贪俱行，比比喜乐。那我们为什么啊？我们说声闻佛教啊，比如说解脱道了，不是声闻的解脱道，它通常从我爱下手比较多，我爱下手啊。那菩萨道直接从我见下手，为什么？但问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啊，不思忍辱，直接从我见下手。那声闻佛法从我爱下手，我爱就是我所爱啊，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心力都在，我们说大部分的心力在保护我既有的，追求我想有的，基本上我想有的，那想有的不会就是五欲的这一部分，或是提升自我的名誉啦，完全是财富啦，我们这些啦啊。那么这个都在这里面，都在境界爱里面。所以佛法，你看它对比丘，因为比丘主要是行解脱道的，你要解脱，你要从哪里下手？因为这部经的重点就是世尊，我怎么样才能得解脱？正无我得解脱，好，从哪里啊？从我见我爱下手啊，然后比比喜乐啊，对于想要有的东西不断去追求啊，像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想要买我们想要的，想要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嘛？那这些你不要小看这种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不断增长，不断增长啊，不断。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要什么，国中的时候要什么，高中的时候要什么。它会不断提升的哦。那
你有得到没得到，它都在演化啊。即使你想得到的没得到，或是想得到的已经得到，那个都是一种我爱增长的模式。因为你也是其我爱在追求啊，虽然追求不到，那还是一种我爱增长。那你得到了，那还是我爱增长。不管得不到不到，你都是这样的习惯模式啊，是这样思考模式，这样的行为模式，那就是有轮回的模式啊，因为它就是这样啊，我见我爱啊啊。你再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都要静下来想，你其实你会发现到，其实阿含经讲的就是我们平常中在想的在做的事而已啊。但是我们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会觉得我们好像在读哲学啦，或是读一种什么学问啊，其实不是，它就是分析你的生命模式而已，分析你的心理模式而已，行为模式是怎么来的，然后你这样的结果怎么来的，那你这样继续延续你过去的行为模式思考模式，那你就会有同样的结果，就这样，因为就习惯嘛啊。所以他现在要改变，改变你的生命模式，必须要改变你的思考模式啊。那然后你的思考模式改变了，你的行为模式才会改变，不然就是为什么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就一直在那个祸业苦祸业苦的循环里面，你不晓得为什么会受苦，我苦的根源在哪里，苦之本际啊，我是怎么受苦的，那么你不知道你怎么受苦，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离苦啊。所以这个从这个演化出来就叫苦集灭道啊，那这个缘起这个叫做流转的嘛，这个是流转的嘛，所以这个整个是流转的嘛。所以他告诉你我见是怎么来的，那怎么样去除我见，第一个与生俱来的我见，然后开始有我爱造业一业，然后这些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开始，这一生又开始我见我爱，我见我爱，然后又开始造业，然后又有生死，就这样。然后这个是流转，那怎么样去除我见呢？如果从这一点来讲，我怎么样可以得解脱呢？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然后这里从这里先告诉你，那你从我见色，这里不是讲色，这里是讲眼耳鼻舌身意，从眼耳鼻舌身意啊，那这个是从这个从这里六路处，然后受想行啊，这边你去做观照，然后不跟这个我见相应，或是没有那么重啊，渐渐，因为一开始说不能，就算我现在在观无我，我还是带着我见在观无我。但是我们说这个是从有漏到无漏，以泄出泄，那个没问题。你这样观就叫做顺于解脱，因为你现在虽然是有我见我爱在观无我，但是虽然还是有我见我爱在观无我，但是它是顺于解脱的。所以你见观见观见观，它那个我见我爱就薄，然后之后可以断我见我爱，所以它是顺于解脱的。虽然你因为你就是有我见我爱，你才有生死啊啊，所以你是顺于，现在就好像你拿着扫把在扫垃圾啊，那最后把那只扫把也丢掉啊，那扫把本身就是脏的啊，在扫垃圾当中它是脏的，可是当垃圾都扫完的时候啊，连那个扫把也没有了啊，那是顺于解脱的，它是顺于解脱的，要不然扫把扫完了，扫把丢在那里，那个扫把也是垃圾啊。啊，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模式啊，这种方式不断在观照无我，在受想行里面在观照无我啊。稍微大家仔细想一下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比较不会就啊静下来，现在大家来观啊，来观，因为没有境界，有境界，这个极境也是境界啊，现在我讲话也是一种境界啊，但这种比较就是说我们也还是可以观哦。现在在听经的是谁？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讲，我现在讲经的是谁？我现在走路的是谁？啊，也是还可以观。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在做思维啊，在思考这些东西。那你也可以想，那现在在思考的又是谁？啊，那当然，这个都是趋向解脱的了。啊，那我们说解脱到偏重在离我爱，
解脱到偏重在离我爱，从离我爱下手，所以他的从少欲知足下手啊。那菩萨道直接从我见，因为他不能少欲知足，他也不是不能少欲知足啊，他不能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啊啊，他要度众生，所以他直接从离我见下手，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那两种方法都可以啊，但是菩萨道这个有点艰难一点啊，所以因为他不为自己求安乐，基本上就是离我爱了哦。不为自己求安乐，就是不为自己，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追求我已经有的安乐，能够让我安乐的已经有的保护，已经有的跟追求我想要有的，那个就是我爱啊。不为自己求安乐，基本上这个观念就是离我爱了哦。但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直接从断我见下手，但是他也有离我爱的部分。但解脱道是从先离我爱啊，少欲知足，三欲一波起时，这一些基本需求可以就好，然后你去观无我啊，这个也是都一样。不管是因为我见一定有我爱，我爱一定有我见来，只是你下手处先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而已。好，我们先下课。